معانا؟拓展消斑，清热消肿，解表渗湿，去燥生津，这什么呀？人以天地之气生，四时之法成，而天有八风，八风发邪，以为精风。这五脏……说人话。祛斑清肤，消暑解渴，令颜面红润悦泽。哦，所以这花茶还能美容？嗯，我之前不是说过，可在花茶里面加入别的功效，但是花茶这东西也很好仿制啊，而且那天也说了，就算味道不同，只要价格比我们低，别人就会买他们的。再说了，功效这东西，喝一回两回也看不出来。若是搭配三白膏使用，效果更显著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呀，徐子嫣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谢谢你。哎，